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，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。日子那么长，我在你身旁，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。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，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。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，大声唱为自己鼓掌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坚强，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梦想。哪怕会受伤，哪怕有风浪，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。我和你一样，一样的善良，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。歌声是翅膀，唱出了希望，所有的付出只因开始打包装这个陈皮了，因为有的朋友啊，既要了陈皮又要了花生哦，所以呢，装好就一起打包发货。我家里面好乱啊，等一下发完货再整理哦。这里已经打包好一半了，先拿一半出去先，等一下拿不了那么多，可能要分三四次拿吧。好吧，走了。这是第二趟，这些是陈皮，不是很重的，我可以拿得下去。还有第三趟。发完货，家里面已经狼狈不堪了，看一下，哇，好像个垃圾窝一样。好吧，这是最后一趟了。这个呢是这一箱大的，是发到美国的。十斤陈皮，还有那个是笋虾来的哈，好吧，现在出门了，出去发完这些货就接泡泡回来。